咁我呢個八個人嘅故事都係咁樣，就係、是、帶咗佢一句一句接受耶穌為救主，同埋我好感動咧，就係、是當我有一個人好似係嫲嫲嚟嘅，有一個嫲嫲同一個小女孩啦，小女孩咧其實佢係未開聲講到嘢，咁我咪得兩歲幾啦，咁咧我同佢講啊，不如我哋接受耶穌為救主做個精簡嘅祈禱，跟住佢就有啲猶豫，但係個女仔竟然咁樣，小妹妹竟然咁樣，識得合埋眼，雙手咁樣合十，跟住我係唔係我自己叫佢做，係佢識自己做咯。跟住就好，佢就跟住慢慢見到孫女咁樣，佢都接受咗耶穌為救主，跟住好感恩啊！跟住呢個嘅仲有另外三個小女孩嘅故事咧，咁原來咧佢哋小學生嚟，跟住就佢就同我。他就跟我講話，佢哋係天主教啦。咁我同佢講話啊，我係基督教嘅喎。跟住之後，我又同佢做魔術啦，咁樣幫魔術啦。咁就就又係咁樣帶咗佢開口接受耶穌為救主。我講一句，佢講一句。其實個禱文又好簡單，就話我打開我心門，接受你為我救主。跟住就之後就為耶穌為我哋嘅罪釘十字架咁樣禱文啦。跟住佢又接受咗。耶穌為救主喎，跟住之後又遇到一個婆婆，其實有一個姊妹咧，佢同佢傾緊偈嘅。啊，其實咧唔知點解咧，當我同佢做呢個海綿心嘅魔術嗰陣時咧，我俾呢個佢睇下啦。啊，呢個咩嚟㗎？佢居然話係一個黑色嘅心喎。話佢話我個心係黑色嘅，但係呢個心係紅色嘅。跟住同佢講話，耶穌能令嘅心變成紅色。跟住佢冇反應喎，我見佢諗一諗，思考緊。跟住我就同佢再做呢個魔術啦，跟住之後後屘同我講話啊，我手好痛啊嘛，拎緊嘢，跟住佢就擺低咗啲嘢，跟住我就拎咗我自己整嘅一個嘅醫療卡嘅form單，仲有個鋁氣球貼住張醫療卡咁樣啦，就派俾佢啊，佢就問我呢個耶穌診所喺邊一度，因為我呢個醫療卡咧就係一個耶穌診所，跟住我話喺你心裡面，跟住佢又諗一諗。跟住我就後屘我就帶佢接受咗耶穌為救主，佢未即時翻教會嘅，但係佢心入邊已經接受咗耶穌為救主，即係我好感恩咯。跟住即係佢呢幾個人嘅故事各有不同。咁咧我今日我就想同大家講咧就係、是、我其實2017年嗰陣時就喺義牧師帶我洗禮啦。咁我2019年咧就呼召係全福音。咁但係咧我第一次帶佢信主咧。其實都是今年，並且我今年咧起碼帶咗50幾個人信主，跟住因為我參加咗我個老師嘅報道團啦，同埋我自己亦都喺街頭報道做呢個傳福音，咁所以咧我就好想因為我哋有機會咧老師嚟我哋教會就開呢個傳福音嘅班啦，咁我都鼓勵阿兄姊妹咧呢個傳魔術方魔術一個好有用嘅傳福音工具，並且帶咗好多人信主，我記得有一個網上面嘅姊妹咧。我認識佢，跟住我同佢講啊，有方魔術喎，或者可以你哋咪學啊。跟住之後咧，佢一個基督教嘅機構嘅童工，佢學咗之後咧，佢帶咗第一個人信主，並且同佢嘅嗰個嘅上司講。跟住之後咧，我哋嘅報道團咧去咗佢間機構就開咗報道會，90%人接受耶穌為救主喺呢、這個。所以我好想咧邀請弟兄姊妹都有感動，即係想傳福音呢、這個福音魔術不是一個表演，是一個工具，去怎樣幫助我們傳福音。如果你都想跟一個信主或者未信，即是跟一個未信主的人傳福音的話，其實這個很好的工具去表達個福音信息，並且可以很短時間也都可以帶多人開聲去接受耶穌為救主。我第一個今年第一個帶人信主的那個人呢，我用了3分鐘時間就帶了他接受耶穌為救主。其實他本身佢個心咧個已經開開地，因為咧佢見到我哋傳，佢個公公嚟嘅，佢見到我哋傳福音咧，哇！佢咁樣裝下又下裝下，跟住我就同佢講啊，不如我做個我同你玩個遊戲啦，跟住就用呢個心心魔術咧，就同佢做咗個呢一個嘅即係一個嘅傳福音啦。咁佢又真係接受咗耶穌為救主。其實我哋唔知道咧栽種係幾時，不過我哋可以做收割嗰個動作，然後我哋可以傳福音，實行呢個耶穌嘅大使命。我想你形容一下嗰啲福音魔術，即係譬如啲咩方法，有咩
同普通傳福音有咩唔同？你形容出嚟。我覺得有一個咧，同牧師有好教導好相似，就係佢回應人嘅感受。即係點解福音魔術可以做回應人嘅感受？你記唔記得頭先我講咗一個啊？我俾個心你，個婆婆話我個心係黑色嘅喎，但我就講咗一句耶穌能你嘅心變成紅色，咁所以佢個心就即刻開咗咯。啊！如果神可以改變我的生命變成紅色，想不想要？真的想要嗬，係咪啊？大家都想要嗬。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學咗，其實學咗呢套工具咧，唔單止學識咗嗰個技巧，而且最緊要係你點樣去回應人嗰個感受。即係好似牧師成日教導我哋同人哋輔導或者同人哋傾偈。去回應人的感受，你想不想要這種愛，這種為你犧牲生命的愛。即我覺得我2017年被呼召的時候，到我今年才帶到人決志，其實是一個等待是一個很久的時間，就一定是最簡單，因為是深深海綿的，即其實我其實都是收埋了在手上，然後拿了一個出來，然後就之後放在手上就變兩個，其實呢個就冇難度嘅。第一步咧就會問，請你睇下呢個咩嚟，跟住交咗啦，跟住之後就話個紅色嘅心咯，跟住我就交翻喺手，跟住我其實已經擺咗兩個喺手啦，跟住就擺翻喺手度啦，跟住同佢講，佢反轉佢同佢講，如果你嘅心想得到一樣嘢，你會想得到啲乜嘢咧？可能會講什麼可能我諗先啊，啲人會想要健康啦。如果健康都好喎，如果加埋愛好唔好啊？一個為你犧牲生命嘅愛喎，跟住就形容一下啦，跟住就啊，跟住反轉手，跟住就會有兩個心咯。其實呢個就係嗰、那個魔術，其中一個魔術啦。我覺得唔係想大家去學呢個福音魔術，係學一個福音工具點樣去傳福音啊。呢個傳福音工具唔係去表演啊。由2019年呼召全方嘅時候，我學咗好多種方工具，都冇辦法真係帶得人順住。直到今年加入咗呢個報道團之後，我真係用呢個方魔術帶咗好多人順住，所以我想鼓勵大家一齊學咯。你仲可唔可以形容多一個方法？即係譬如佢其中一個，你形容出嚟係點樣樣嘅？形容出嚟有一個咧就有一個咧就係有個鏈啦。跟住有個心形嘅吊墜，咁咧就一秒咧，哇！佢嘈一聲就跌咗條繩度咯。跟住就嗰陣好奇怪，點解一秒佢將個心吊墜跌咗條繩度咧？咁呢個就最難嗰個魔術。咁咧通常就會話而家你個即係如果呢個心暫時代表你個心得唔得？咁我就話好啦，咁暫時代表心。原來你個心會俾條繩棘住咗、綁住咗，係會好唔舒服嘅喎。你想唔想得到幫助？咁佢就話想啦，跟住就話請你跟我講一句耶穌，請你幫助。跟住咧，我就會一秒鐘又解開翻嗰個吊墜同繩，咁就會分開咗。